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书香，今天要来喝雅冠。今天要来合成，然后今天要测试的是五种卡不一样的卡接，加上 MVP 去合的时候，出来的卡片会有什么变化？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吧。这次选的是17 top 18 top 跟亚职、亚冠还有明星赛。那我们先从明星赛开始吧。然后那五种卡接选的都是77的卡片，然后 MVP 全部都是66的。看一下出来的东西会不会有不一样？先明星赛，好 ，Go！ 哦，马上出一张 Top， 那就400万，还行。以之前的影片来看的话，我再下去就要爆了，领出来吧。明星赛感觉还不错。好，第二次用17 top， 好 ，OK go， 好，第一次没有，没关系，还有一次机会。最好的情况是出了五张都出 top 了，感觉有点难，卡住了啊，爆了，没关系，领 MVP 回来。第三次用亚职吧，顺序应该没差啦，反正预估评价都是62到79，那就来吧。没用，再一次 ，Go， 爆了！不会这合出来明星赛效果最好吧？那就有点尴尬了。那换18 top， 没有，没关系，再一次，还是没有。好，明星赛领吧，就是最后一次了，就是重头戏了。亚冠合成，好，我相信还是有一些玩家之前拿亚冠合过啊，然后好像也有上过片之类的，没关系，我不知道要讲什么，那就是还是合吧 ，Go， 哇，2300万吗？那就收了吧，不然又要爆了。感觉亚冠出 top 的几率，以目前来讲好像还不错，但是这绝对赔本啊！除非验欧洲，所以合卡就看我们合，然后大家娱乐爆掉，大家一起快乐就好了。OK， 那就这样吧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帮我点个喜欢。然后想要持续看这种废片的话，可以订阅频道，然后可以打开小铃铛，接收第一手的消息。那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